今天晚上到底选什么卡包开呢？三周年，哎，开的太多了，不想开了。杨艳版，哎，我都集齐了，我开个啥呀我？荣耀版，哎呀，我也不想开了。奇迹版呢，也太普通了，我都不想开呀，怎么办呢？小同学，啊，你在干啥呢？老爸，我在选晚上开什么卡包呢？那你选什么开什么卡包啊？对呀、啊，咋的啦？嘿嘿，老爸今天带了一种你从来没开过的东西。啥？啥？啊，就是这个火影忍者火之章。啊？我是哥哎。火影忍者火之章。对呀，你这个没开过的呀。这个好像真没开过呀。这个老爸给你买了十盒。啊？对吧？一，对，他一整盒是十二盒的，然后老爸买了十盒啊。要不今天咱们开这个？好的呀。好的。啊。来，你打开。嗯。这个是盲盒的啊。盲盒。应该也是有这种隐藏款的吧？一盒十二个，火之章继承者徽章，这是火之章第一弹。嗯。总共十个，你要开几个？五个吧。五个，好。好，来第一盒。好的。我感觉这个跟奥特曼55周年那个就能中那个闪耀赛罗 SP 那个一样的呀，哎，这样子的，是一样的，有卡片，就是一样的，有卡片是吧？一模一样的，来来来，拉出来，拉出来就行了。哇塞，哇塞，这什么？我看一下，这是，哇，有一张卡片，有一张卡片，这是什么 ？BR 卡 ，BR 卡，这是 BR 卡，这听没听到过 BR 卡？然后这个是徽章，哎，这个我们中的是这个，嗯，哇，一个徽章，看到没有？这徽章是这样子的，猿飞。阿斯玛的一个徽章，比亚卡是不错啊，这可以徽章，很不错。好，来看一下第二个能开出什么？普通就是比亚，普通就比亚。那我们刚才是普通了，对。最好是什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是什么？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？别给我拉出来，又是什么卡？嘿，又一张比亚卡！哎呀，我去，这个重复了呀？嗯。奈良鹿丸，重复了？哦，没重复。来看一下这个是啥？看一下，来一点好卡，转身，哇，这倒不错，比亚，还是比亚，嗯，比亚比那个要好一点，嗯，对吧？这蓝色的，你看蓝色的，这个要帅一点，嗯，对，看一下这个徽章是什么，宇智波佐助的，火影总共有几位忍者？可以，这个好一点了，有没有隐藏呢？能不能开出隐藏呢？拉出来看一下这张是啥呀？哇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又一道，还是比亚，比亚卡，这个日向雏田的比亚卡呀，日向雏田，来，这个日向雏田啊，好，最后一包了，看一下这个，哦，这个是最好，可能最上面这个是最好，没有，啊、这个是最好，这样是吧？这隐藏卡啊，来看一下这个会不会出隐藏，隐藏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没了呀，麦特凯。手气太坑了，小家奴。哎呀，还不是你买的不好啊！好，收了。